今日係第一次捐血，今日係第一次，同埋今我呢個第一次捐血都係好特別啦，因為在場有好多朋友見證住呢一次嘅活動，所以係好難忘啊！有冇臨時決定㗎？你自己都係，都係嘅，因為我都會覺得，因為佢哋之前有同我講話今日係有一個捐血活動嘅，咁但係都要睇翻當場你自己個狀態如何，先跟住先至再決定咯。緊唔緊張啊？俾咁多人望住你。 系啊，一坐耐咗，其實都覺得幾緊張嘅，因為側邊冇諗過，即係我班 fans 有陪住我啦，但係冇諗過側邊嘅朋友咧、市民朋友咧，佢哋都好想陪我去經歷呢一次，一路陪住我同我打氣，係啊。你對於呢次捐血體驗有咩感覺？我會覺得其實真係如果有即係自己身體嘅許可，有能力咧，其實。 每個月能夠做到一次捐血，我都覺得係即係幾好，因為我哋頭先捐一個300ml咧，其實都係得一包到。咁我覺得如果真係有咁多人需要血嘅時候，其實自己可以身體力行做到嘅，我覺得都不妨可以即係變成一個習慣咯。